北风雷那黄粱的人，今天我们做一个菠萝咕噜肉，夏天吃这个肉酸甜口味的，能多吃一碗饭，非常的清爽。菠萝已经切成块，让我用盐水泡上。一块里脊肉切成薄片，把肉片用刀背敲散，加一勺盐、黑胡椒粉、一丢丢料酒、一个蛋清。这个肉需要腌上15分钟。青红椒切成小片，准备淀粉，把腌好的肉完成一个团儿，蘸上淀粉，炸到金黄捞出来。肉炸好之后，再把油温升高，复炸一次，这样会更酥脆。锅里倒油，加番茄酱，加一点白糖、青红椒，下肉，最后来一点水淀粉勾芡。快点快点，这个口感是酸甜，夏天吃着一点都不腻，酸瘦肉吃着也不会有什么负担。哇，这不用那么大的，对吧？我以前没用过，一直没用过。以前没用过，不删了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哇塞，这是情绪难以说。我以前那劲儿看着那刚的任性，以前真没用过。以前那劲儿，那阵刚回来时，这不火成啥了吗？啥个马脖子？哎，马脖子。哦，红了以前是有我闪你马脖子，这个有点有点暴力倾向。你要吃饭快点，慢点慢点好吗？你能早带过去，你要吃饱了咋办？我吃饭忍不住吃饭，你慢点，你要让我带你。为啥？吃快不好，我这不是俺忙吃饭，咱可以要慢，快也不少念。那你，那慢慢喝，那好难吃，那快。